总共有12个奖品，10个是高数决，官方派来推广这个活动的大使吧。1500血的69盘子，靠技巧拿全服第二称谓，奖励好到炸，老王直呼是托啊。没想到山河化境单人模式最厉害的竟然是个盘丝洞，装备六段夜罗刹，力盘丝1500血，带几个舍利子，带了2技能法防，1技能法防，夜舞倾城和鼓舞，宝宝有进阶的，有没进阶的，反正是总共有9只，大多数都是血宠。这个奖励高不高？看看别人的成果啊，精锐通关榜37阶排第一，隐疾全服37排第二啊，全服第二，勇武是37，神威是37，天科37，全破坏最高的也都是37啊。进阶的第37层里面的怪物伤害爆炸，69级2000防御，法防也完全扛不住，耐攻在这里更是一个笑话啊！重生之，你是盘丝打不过剑姬，全身19段的不级别也通过不了的难度，你可以。凭的是啥呀？凭的是技能选的好。好了，技能副本杀人，副本杀人啊！战斗中胜利了4361次啊！哦，这个成就，哎，这个成就最高是20啊，那应该刷过了。凭借的是宝宝和套路，175级杀这个五轮给3000万经验，240万币。然后有啥盾盘吗，哥哥？啊，我点哪个？他这个东西有点像以前的口袋，应该是有进里边有的话是另外一套战力系统。宝宝用啥开？我起码得用只高神吧。一直往里面走，能看到一个宝箱。这个很难杀，靠选技能。化境宝箱第11、12层。哥，我总共有12个奖品，10个是高数决，83%的高数决是吧？我是点吗？321高级魔兽要诀啊！可以，无所谓啊，这个单挑也能给高级魔兽要诀啊！再来高级魔之心，哎，这活动可以啊！你是官方派来推广这个活动的大使吧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每天杀单人任务还能得高级魔之心呀？啊！啊，老板应该是有大量的实战经验，就知道试炼的能力如何选啊。哦，他不带宝宝，应该是故意不带宝宝的。不带宝宝的话，可以把所有的属性都加人啊。他一个力盘丝可以用横扫千军。哥，我能打一个怪给大家演示一下吗？仓库里还有几只宝宝没有进阶，已经打完了是吧？啊，能带出去，带出去，我带出去，我。点那个打刚才的化魂带归宿开，静台归宿，哥指挥指挥，我横扫哪个？新建层数49啊，有横扫有杀狙有天空一击，还有13秒横扫归宿对位的，嘟嘟嘟嘟嘟，左边两个都是对位的，那我估计扫左边的话，扫差比较偏对吧？啊，归宿就是为了拉人嘛，对吧？啊，强拉，我操，他他妈几十万血，我打他不是对你，哥你是真的吗，哥哥？啊，你不是你扫几下呀？他打咱为啥不死啊？好，这回合防御啊，这回防御能死。下回合扫满，哦，没有血量能扫吗？扫后排第一只，
左转拉起来能倒。我现在能跑吗？跑跑就失败了，干他就完了。喂，我操，我操，两下啊，横扫再建议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这扫谁都挺费劲啊。六下，啊，七下，啊啊啊，八下，扫了一半血。OK， 再加护盾，血不够，为啥你问这个问题？血够呀，他这个里面跟正常的莫安西游不是一个莫安西游。得一个高级魔兽要诀，吃几个老板的风光舍利子很正常吧？啊！哎啊！哥，这就结束了吗？这是第十二层。哦，我应该去续掉宝宝的，对不对啊？我好像会杀了，就是他没有感知。然后 10% 的血量就能横扫，而且扫七下还在建设啊。175级杀这个基本上不用吃药，可惜我现在没有175级的号，谢谢了。结束了，谢谢王五。哦，我突然感觉我可以把号借你啊。